如果他那个谢谢大大让我赢，完了，玩大龙的玩到他的脑袋都怪怪的了。对面是新种吗？欸，对面 beginner 欸，我靠，我直接虐菜，我们魔王直接虐菜，打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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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右手魔王面前敢玩大大龙啊，你们太坏了吧，你们太无情了吧，太无情了。好啦，我不知道他跟谁抽牌的，但请你下去吧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现在主题卡包是麦大大龙吗？我的妈！压抑到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，又虐菜，又虐菜，哇，有点强欸，有点东西，我没有看过这个结场那么完美，那么无瑕，就这样，我的场面就不见了，啊，强牌强牌，这什么鬼？这个互补太强了吧？为什么每个都是螺纹，然后都这样打牌？不行啊，对面。对面，你走错地方了啦！你不来这边玩啊 ？SV 玩家要负一了啦！哎，如果我是新手，我一进来发现，哎，对面的牌怎么那么恶心？各种红卡、啊，这游戏是不公平，要氪金才能玩啊，要氪金才会变强啊！不对啊，你现在不该出现在这里啊！他误入了歧途啊，他应该大赛就是要来放弃的，那你就乖乖拿30块就好，真的不能打，你打浪费时间，你打了五场你只会换来满满的空虚跟失望啊，不行啊，五场都会黑的啊。我觉得暗影之战应该会有个机制，就是说你点进去大赛就要说大赛警告非常的险恶，你确定要进来吗？你的牌还不起，建议那个 A 阶以上才能打大赛。你看他进来，然后又要让我难堪，我赢了也胜之不武。我知道了，就那个左边新手大赛，右边高手大赛，然后新手大赛的奖励是高手大赛的一半，听起来不错吧？为什么要罗文？等等，现在是罗文大量出没、啊，罗文他要下泉水了吗？他要下泉水了吗？大大龙吗？我们来赌一下，是不是大大龙？是，我靠！等等，暗影之战现在是昨天刚出的新款游戏吗 ？SV 越来越少人玩，绝对是叔叔霸凌这两场的关系。不对，官方应该要出一个新的机制啊！我也不想遇到啊，我是要来抓撤退谎啊，撤退谎或者是协作谎啊。干吧！我们青蛙直接绑住，还想加加。哇，其实我还蛮怕这边，如果一个人是多瓦贡，我现在会被他送下去。太无情了，太无情了，叔叔，太无情了，无情单杀，无情双杀，我们送了两个 beginner， 一个 B 组的下去，太无情了，西南，什么孤啊，孤啊。不要了，拜托，不要再来了，拜托，不要再来了，我都怀疑他们是机器人了。